超级汽车。我发明的大力拖车果然超超超大力，连货车搬搬都拖得动。马上要天亮了，今天的任务完成，明晚再继续行动。什么事儿了？这是哪儿啊？我们好像被关起来了。嘿嘿，糟了，门打不开。我们可以呼叫指挥中心寻求帮助。咦，怎么没有反应？别浪费力气了，这儿的信号已经被我切断了，你们就老老实实的待在这里吧。哈哈哈！哼，可恶的麦特博士，这下可怎么办呀？别担心，雷克警长一定会来救我们的。嗨，雷克警长，你看到斑斑了吗？好像没有。好饿呀。真奇怪，亚米今天怎么没来卖早餐？什么？亚米今天没上班？啊！小美去哪儿了？这里的垃圾桶已经满得装不下了。大家都不见了，情况不对，呼叫指挥中心。贝勒虎、开心虎，今天有很多超级汽车都消失了。啊！怎么会这样？快帮我找一找他们在哪儿吧。没问题。奇怪，搜索不到他们的信号。不好，他们可能有危险，我得去找一找，快帮我升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好奇怪，好奇怪，大家不见了，找一找，找一找，朋友们在哪？雷达开启，加速前进，睁大眼睛，我一定要找到你！啊，来帮忙了！好奇怪，好奇怪，大家不见了，找一找，找一找，线索藏在哪？人行道上，小水坑里，草丛里面，大树下面，发现大家的踪迹。朋友们，你们在里面吗？快救我们出去！警长，敌人敌人出现了，小心小心，长长钩子伸出来，危险危险，大大箱子飞过来，躲开躲开，警车警车要战斗，前进前进，丢丢向前冲，冲啊冲啊，正义需要我守护，全力以赴，大大钩子甩呀甩，晕晕乎乎，警车警车想办法，绝不认输。雷克警长，把他引到仓库前。滴滴呜，滴滴呜，看这里，打开灯光吸引你向我靠近。就是现在，全力出击，这开门，拉住你。尝尝被关起来的滋味吧。真假洒水车，
咕噜爷爷，早上好呀，您又在给小花浇水了。没错，这可是我的工作。那您继续忙吧，我要去巡逻了。再见，雷克警长。嗯，咕噜爷爷什么时候跑到我的前面了？嘿，呼噜爷爷！呼噜爷爷变得好奇怪呀！怎么回事？我的泡泡洒水车太厉害了，这次看你们超级汽车怎么办。雷克警长，发生什么事了？请帮我联系呼噜爷爷，让他别再喷泡泡了。开心虎，快看看怎么回事。嗯。哦，怎么有两个呼噜爷爷？你们在叫我吗？看来喷泡泡的洒水车是假的，嗯，要赶紧抓住它。嗯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螺旋洒水车呼噜噜。超级汽车出动。泡泡水花呀花，汽车们转圈圈，一不小心摔一跤。哎呦，别担心，我来了，泡泡都冲干净，哗啦哗啦下雨了。救护车飞呀飞，受伤了别害怕，哇呜哇呜我来。谢谢你，泡泡车别想跑，开雷达找啊找，一无底无找到了。站住，别跑！加量发射！不好，我的雷达撞坏了。没关系，我来帮忙寻找。我来清理泡泡。飞呀飞，飞呀飞，左转转右看看，泡泡车躲在大树下。怎么不见了？飞呀飞，飞呀飞，左找找右找找，泡泡车冒出小泡泡，被我发现了。洒水车哗啦啦，洒水枪会旋转，挡住所有大泡泡。泡泡车别想跑，加速度追啊追，瞄准目标转住你。任务完成。这次先放过你们。既然你这么喜欢喷泡泡，那就去给我们洗车吧。记忆病毒。嘿，阿布，生日快乐。哇，雷克警长，你的记性可真好，竟然记得我的生日。那当然，没什么是我记不住的。你是谁啊？什么嘛，还说自己记性好，一下子就把我忘了。哼。这是哪儿？我是谁？怎么想不起来了？哈哈哈，雷克警长竟然忘了自己是谁，这太好笑了。哈哈哈哈哈。没错，只要被我的病毒芯片打中，汽车们就会失去记忆。继续攻击！哈哈哈！飞乐虎，公交车巴斯忘了上班，我们上学要迟到了。垃圾车小美也忘了上班，街道上好脏啊。
小火车头，你们怎么不认识路了？啊！大家稍等，我们马上调查一下。哦，找到了！原来又是麦特博士新发明的汽车在捣乱。快呼叫安琪，帮大家清除病毒，恢复记忆吧。嗯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超级汽车失去了记忆，不要担心，我来帮助你。一圈一圈飞呀飞呀飞，请你想想你到底是谁。我是无畏的消防车，我叫高迪。哇呜哇呜没灭火，没错。伸出我的长水管，喷呀喷呀喷呀，大火大火熄灭了，太棒了。记忆记忆回来了，我全都想起来了。继续寻找其他的超级汽车吧。嗯，好的。我们是超级汽车，有不同的风格。我是飞天救护车，治疗交给我。请你，请你快想一下，你的工作是什么？请你，请你快想一想，现在该怎么做？我是巴士公交车，接送乘客很负责。我是妮娜出租车，所有道路都记得。我是小美垃圾车，清扫每一个角落。我是雷克是警车，发现坏蛋不放过。我们是超级汽车。所有问题都解决了，一切又恢复了正常，真好呀！热闹的汽车节。朋友们，明天就是一年一度的汽车节了，大家都会来参加。我的蛋糕已经准备好了，你们呢？放心吧，雪莉，我的汽车壁画已经完成了。我们的汽车模型也拼好了。嘿，这些鲜花要摆在哪里？这里，这里。哦。雷克警长，谢谢你来帮我们。别客气。哇，你们把这儿布置得真漂亮。嘿嘿，今年的汽车节一定会特别精彩。我们都好期待呢。走吧，我们先回家吧，明天再来。哇！怎么了？雷克警长，你看，有人破坏了我们的会场。别着急，我马上去调查。会是谁干的呢？当然是我啦！哼，你们居然想举办汽车节，这可是我最讨厌的节日。机械车，去把汽车节的一切都摧毁。不许动，举起手来。你举手干什么？给我继续破坏。不行，我必须马上阻止他。雷克警长，发生了什么事？有辆机械车正在破坏汽车节，快，我需要升级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
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超级汽车出动，我们也来帮忙。第五向前冲，冲冲冲！快躲开，石头石头飞过来，挡住啦！别想跑，紧紧跟在你身后，任何危险都不怕，超级汽车不后退，追呀追，第五第五继续追，加油加油！转个弯，目标消失不见了，去哪了？别担心，雷达灯光闪呀闪。目标被找到，一张大网抓住你。太好啦！我们的汽车节还能继续吗？当然可以。我们来帮忙啦！刮呀刮，七彩壁画真漂亮，真漂亮。尝一尝，蛋糕面包味道香，好香呀！听一听，大家一起来帮忙，一块一块拼起来，多么珍贵的纪念。扫一扫，垃圾灰尘全扫光，全扫光。喷一喷，小花小草太搞笑。哈哈哈，跳起来，跟上同一个节拍，许下同一个心愿，永远都是好朋友。今天的汽车节真是太热闹啦！是呀，我本来还以为要办不成了呢。超级汽车是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的，相信我们会一直守护大家。博物馆风波。哇，是霸王龙的化石。我们来玩轮流扮演霸王龙的游戏吧。好呀好呀。可怕的霸王龙要来抓你们啦！我们好害怕呀！快跑呀！好，我来啦！哎呦！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在博物馆里不要追逐打闹。麦多多，你不是最厉害的霸王龙吗？怎么摔倒了？哼，霸王龙生气了，我要把你抓住。霸王龙来啦！需要支援，呼叫指挥中心。安琪，有什么事吗？我站在博物馆里，这里发生了事故，你们看。别担心，没有什么事情是解决不了的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大力士吊车阿力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七彩搅拌车瑞博，超级汽车出动！哎呀呀，博物馆里乱糟糟，走走！哎呀呀，恐龙化石不见了，全碎了！哎呀呀，所有雕像都倒下，
哎呀呀，我们快点行动吧。嘿呦嘿，伸出我的长手臂，有力气。嘿呦嘿，大大石块吊起来。嘿呦嘿，恐龙化石照一照。嘿呦嘿，一块一块搭建好。完成了。哇哦，霸王龙又出现了。可是雕像怎么办？看我的魔术表演吧。变呀变，大大滚筒转呀转，转呀转，变呀变，七彩水泥变出来，好漂亮。变呀变，小小裂缝修不好，变呀变，变回原来的模样。哇，好神奇。我来啦，张开翅膀飞，是放在哪？呼啦啦，呼啦啦，快点快点放中间。呼啦啦，呼啦啦，雕像雕像放在哪？呼啦啦，呼啦啦，快点快点放旁边。呼啦啦，呼啦啦，超级汽车有办法。呼啦啦，呼啦啦，一群一群回来啦。原始人之家，快，是新的求助信号。哦，是一个原始人。露莎，露莎，阿库纳塔，曼库拉。他在说什么？我一句也没听懂。瞧，又来了两个原始人。亚弗里卡，特鲁汉纳，看我的奥达鲁亚！不好，他们怎么打起来了？我们快召唤超级汽车吧！警车雷克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。惊喜道具是翻译耳机。时空跑道开启。超级汽车出动。空萨空萨曼鲁萨。库萨库萨，马特鲁萨，大家快住手！对呀，哦，要开启翻译耳机。这回好了，我是警车雷克。你们为什么吵架呀？我们想建房子，但想法不一样。我想做石头屋，这样才坚固。我想做栅栏，这样才能防御野兽。我希望房子上有很多花花，这样才漂亮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放心，你们的想法都会实现。这是吊车阿力，他按照你们的要求设计了一个新房子。看起来很坚固，很安全，也很漂亮，我们喜欢。那太好了，大家一起来建造房子吧。我们都是原始人，乌塔库塔塔，一起
起努力建房子，不要再吵架。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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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，石头一块块放好，房子高高高。我们都是原始人，木塔库塔塔，一起努力修围栏，互相要帮忙。咔嚓咔嚓嚓，咔嚓咔嚓嚓，咔咔咔咔咔咔，咔咔咔咔咔咔咔。木板一块块放好，围栏很坚固。怎么和图画上不一样？我知道少了什么，是好看的花花。我们都是原始人，木塔库塔塔。漂亮花朵在哪里？我们找到它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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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花儿一朵朵绽放，房子建好了，坚固、安全又漂亮，我们好喜欢。这一定是最棒的原始人之家。嗯，大家的合作很完美哦。木塔库塔塔，超级快递。太无聊了，我们该做点什么呢？朋友们，我们去做些有意义的事吧。什么是有意义的事呢？哈哈，找到了。我们到底要干什么？看到那辆大货车了吗？它可是超级汽车哦。看到了，它正在送快递。没错，如果我们也去送快递，那我们就能成为超级汽车。行动。谢谢你啊，斑斑。没什么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好了，我们快走。我怎么感觉肚子里空空的？我帮你看看。糟了，你的快递不见了。什么？白老虎，开心虎，大事不好了。斑斑，请你保持冷静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肚子里的快递突然全都消失了，希望大家能帮我找到他们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巨无霸货车，斑斑。超雷达警车，雷克。大炮出租车，米娜。超级汽车出动。沿着街道找一找，一个两个找到了，还有很多继续找。飘啊飘啊飘一飘，森林里面找一找，一个两个都找到，还有很多继续找。超级快递员，送货快又准，农场和果园，快递送达。
这不是我的。丢丢丢，开雷达，来到农场找一找，有个快递送错了。这是果园的快递。跳啊跳啊跳一跳，果园里面找一找，有个快递送错了。这是农场的快递。超级快递员忙碌又辛苦，快递有多少数呀数不清，给我们吧。嘀咕嘀咕送快递，跳啊跳啊送快递，吭哧吭哧送快递，天黑之前都送达。你们为什么要拿我的快递？我们也想像你一样帮大家送快递。好吧，不过送快递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对不起。明天正好有很多快递，我需要些帮手，你们愿意来吗？好呀！失控的赛车。热身完毕，今天的状态非常好。是吗？福特，你怎么来了？哼，当然是要挑战你了，来吧，看看谁的速度更快。切，谁怕谁。紧急，我需要支援。好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过速赛车起风，超雷达警车来车，大力士吊车马力，超级汽车出动！大家分头行动，避免碰撞发生。好。滴滴五，快快停下！十字路口有危险，轰隆隆，速度太快，小心别撞到！哐哐哐，伸出手去拦住路口，不要冲！大钩子甩一甩。
来呀，轻轻叫起来，谁来帮帮我，怎么停也停不下，谁来帮帮我，我也好害怕，让我来帮你追呀追呀追上你，让我来帮你，不要再轻轻，不好，前面正在施工，我们要掉进去了，我来帮忙。来了，反着大王拦住你，向后退，用力用力向上拉呀拉，快坚持不住了！哐哐哐，吊船来了，伸出手臂勾住你，慢慢的把你吊起，现在安全了，我得救了！谢谢你们救了我，你没事就好。嘿，福特，我们的比赛还没有分出胜负呢。来吧，比赛继续。你还是先修好自己再说吧。海盗通缉令。把东西放下，我是警车雷克，现在要以盗窃的罪名逮捕你。哦，原来你就是大名鼎鼎的雷克警长，想抓我，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。不好，站住！前面就是大海，你无路可逃了。正合我意。雷克警长也没什么了不起。嘿。看来我需要支援，呼叫指挥中心。雷克警长，出什么事了？有辆汽车偷走了金奖杯，他现在逃到了海里，我追不上他。你说的汽车难道是他？没错，就是他，可恶的海盗车，他竟然能在海面上行驶。别担心，我们也有适合海上作战的秘密武器。哦，那太好了，快让我升级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，变身。超雷达警车，雷克。破舰赛车，旋风。超级汽车，出动。全速前进，抓海盗！加速，哟吼！加速，哟吼！加速，加速，加速 ！Go go go！ 加速度冲冲冲，我们去抓海盗！引擎声轰隆隆，吹响战斗号角。海风吹摇啊摇，小心不要摔倒。海浪拍哗啦啦，坚持不退后。拉响警报去战斗，雷达雷达滴滴呜，目标目标找呀找呀，向前向前追呀追呀，加速前进去战斗，引擎引擎轰隆，进攻进攻冲呀冲呀，左边右边转呀转呀，就凭你们也想抓我？大魔
帽子尖钩子，我是可怕海盗，很强壮有得快，不怕光分海啸，多金币抢珠宝，永远不会满足，跑呀跑，逃啊逃，前辈我甩掉。超级汽车去战斗，目标目标瞄准了，咻咻咻咻，躲呀躲呀，咻咻咻咻，躲呀躲呀。超级汽车去战斗，浪花浪花哗啦啦，进攻进攻，看不见了，进攻进攻，动不了了，哟吼，饶了我吧。那你快把东西交出来吧。什么东西？就是你帽子里的金奖杯。被发现了。以物换物。哇，今年的旧物交换市场看起来好热闹呀。不知道会发现什么好东西。我们去逛逛吧。妮娜，来和我交换吧。嗨，酷宝。这些是什么呀？这都是我平时挖到的宝贝，每一个都很珍贵。可是这个帽子都破了。瞧我发现了什么，这顶帽子真是太完美了。我能用这把梳子和你交换吗？虽然我没有头发，但我喜欢你的梳子，成交。旧物交换市场果然很有趣。妮娜，我们刚才用无人机换了一个小飞碟，你有什么想要的吗？我还想再看看。那是，哇，是我最喜欢的怪兽漫画。胖嘟嘟，我要和你交换，你想要什么？气球、眼镜、帽子，还是小喇叭？这些我都不需要，我想要蛋糕。蛋糕。妮娜，你可以去找美食车亚米，他一定有很多蛋糕。对呀，妮娜，你要快一点哦，不然我就和别人交换了。我现在就去，为了火，快帮我升级吧。好吧。出租车妮娜，请准备。我准备好了。超级汽车，变身。惊喜道具是幸运风扇。哇！超级汽车出动！新鲜的牛奶。不就是牛奶吗？我去去就来。打着轮，蹦蹦跳跳，牛奶马上就找到。装满了吗？没有没有。装满了吗？哦，糟了，大奶牛肚子饿了，猫猫猫猫想吃草。奶牛饿了挤不出奶。跳，踩着云朵跳得高，左边的乌云追。
上就好。牛奶做蛋糕，马上就好。大车轮，蹦蹦跳跳，终点马上到达了。胖嘟嘟，蛋蛋糕。哇，看起来好好吃呀！妮娜，所有的漫画归你了。太棒了，浇灌成功。